然后我们过了这个人行天桥，大家看左前方，哦，有一栋米黄色两层楼高的房子，它有个蓝色的招牌，不敢置信哦，竟然开在台湾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要归功于我们的台北市市长柯P先生，因为他在2018年年初的时候。但那个时候搭乘土耳其航空公司前往欧洲进行视察，然后刚。